好的。好的，阿周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观音桥，观音桥的位置呢是在哪边？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很有名的。这一带呢是多少人呢？给我看一下。这些人从哪边冒出来的？可能跟我一样吧，是游客吧。很多游客跑到这里。这边就是观音桥广场，小心哦，人非常的多，这些人到底是从哪边冒出来的？看到这个情景，那我想到以前的台湾的西门町，早期那个富裕的台湾，很多人在假日的时候会去逛西门町的一个情景，就类似这样。为了让各位感受现场的一个这种影像，阿周和翔老师在那花了很多时间拍摄了这些影片，同时回来把它剪辑之后呈现给大家看，希望大家继续看下去。为了让各位感受现场的人潮人来人往，我把摄影器材用三脚架架在这个位置，让各位看后面整个一个情形，原汁原味呈现出来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Thank you.
地方就是在观音桥前面这个广场。有机会到重庆旅游的话，观音桥这广场一定要来走走看看，看到这边的人潮，会感觉整个城市的发展非常非常的 OK。 这一站呢，地铁站是会到的，可以坐地铁过来，非常的方便。好了，影片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